摄影咧，你要去做 scouting， 即系要去预先去做准备功夫，睇定嗰日出日落，睇定嗰啲影啊，睇定好多嘢。做影摄影又好，好多嘢都好咧，个准备功夫紧要，系咪？你创业又好，会计又好，或者将来做咩都好咧，即系做多啲嘅呢一类嘅准备、研究、分析，然后咧就系身体力行，咁就会成功。咁呢个 AR 即系放真实嘅技术咧，咁就令啲小朋友可以由一個男仔的角度去了解，哦，到底什麼情緒呢？咁佢就會，係啦，咁佢就會一路帶領啲小朋友去學習，哦，究竟咩係正面嘅情緒咧？咁可以試下撳下。火車喎，生活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啦。咁你打一個想分享嘅，哦，咁多數揀我太太啊。因為有時候我哋譬如話生活裏面咧，我太太都工作份量忙啊嘛。咁好多時候我哋都唔好多時候可以，因為我有我忙嘅事。咁我女咧做律師嘅，都係好忙。咁所以我哋都係有啲時候咧，我先係有時間要傾下偈啊，同埋咧有啲嘢時候，啲男嘅時候咧好啲，因為變咗係有啲好第啲。啊，冇第啲嘅 distraction 啊，咁樣咯，咁就我哋多啲機會。